特别是处于发展期的白癜风病人，有几种蔬菜白癜风病人要尽量少吃。辣椒不管是红的还是绿的尽量不要吃，还有西红柿、西兰花等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尽量也不要吃。再一个就是菠菜、包菜、空心菜、莴苣等绿叶素非常丰富的。